陈柏宇一连两场挥霍演唱会，昨晚在红馆开 show， 太太傅晓薇抱三岁的女 Abigail 在席上面支持爸爸 Jason， 一口气唱出14首歌曲，尽显实力派唱将的风范，更加邀得天王黎明担任嘉宾。Leon 一出场就发挥独家的幽默本色。我以前咁耐做呢行咧，我成日都有个谂法就系，只要我早到咧，我运气就会好嘅。系啊，咁今日咧就话九点半到我出场。咁啊，叫我九點鐘到，咁我8:50到咗。咁而家10:20啦，唔緊要，唔關你事嘅。你做舞台嘅表演者唔關你事。咁跟住我去到後面嘅時候咧，咁啊，哇！跟住我同事喺度話：你不如問問大導演出場啦，9:40。咁跟住佢話：一行出一份咧，所有七個工作人員走曬。跟住捉住一個唔知嘅，但係我幫佢問。多40分鐘啊 ！OK， 又唔關你事，真係唔關你事。雖然令天王久候，但黎明完全唔介意，皆因 Jason 優秀嘅歌藝。咁啊，大家已經一個零鐘唔緊要，咁喺後邊咧聽你唱歌咧，音質好啦，個聲又聽得耐啦，仲咁好聽啦，所以我想話，加油，唔使啦 ，Jason 好加油，努力唔使啦 ，Jason 好努力，仲要 Jason 係一個好好嘅歌手。多謝。